元旦来了。李振东，到前面来。陈警官，把手放到黑板上。这是要算命啊？让你放你就放，哪那么多废话？十个簸箕，一只一只放。手背朝上。手指分开一些。好，别动。然后另一只。行了，回去吧。陈警官，让你回去，你没听见啊？编队，冯组长认为米振东是小树林杀人案中的第四人，他让我把米振东的大拇指照片拍下来发给您，请您让技术支队鉴定一下，谢谢。太好了，马上鉴定。牛逼。进来，郑瑞，你给米振东拍照做什么用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那这些不是应该给监区长汇报吗？哦，我已经跟监区长说过了，你不用说了，你早点休息吧。啊。去打个电话，马上回来。啊，郑警官，你
您找我什么事情？老实待着。快30岁的人了，这点小事还要叫爸爸来？你胡说什么呢？我猜郑警官是要把冯组长叫回来，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要不我去打电话吧。不用了，咱们先热个身，聊5毛钱的。好，5毛钱。老冯，刚才我已经把米振东大拇指甲盖的鉴定结果发给郑瑞了。 跟沈广军手机视频上的那个指甲盖完全吻合。米振东，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你这算什么呀？不敢认了，怂了？陈警官，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已经看到了，你的左手大拇手指出现在了沈广军的视频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什么都不交代，即使你一句话都不说，我们也一样能给你定罪。是吗？我坐了一年多牢，好歹懂一点法。你说的这个事情不成。 干的那些事情，我一定会给你查个底儿掉。你为什么离婚？为什么放弃假释申请？你难道自己心里没有数吗？你知道你自己出不去了。我出不出去跟你没关系。我米振东虽然是草莽之人，但不是个傻子。冯组长，车都半夜了，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有点情况，我需要核实一下。哦哦。 那些事儿是哪些事儿？你不会同时开始调查其他案子吧？其他案子也有证据，还是所有的案子加起来只有一个指甲盖的证据？从这儿确认证件。谢谢。就指甲盖一点大的证据，你能说明什么？ 能说明沈广军的视频是你拍的，是你用他的手机从你的手机里拍的，所以你的大拇手指甲盖才会出现在他的视频里。那能说明什么？最多能说明我拍的那个视频，先不说这个手指甲盖是不是我的，因为有可能是你伪造的证据。就算是真的，怎么了？我用手机拍个视频犯法了吗？有哪一条说用手机拍别人的视频是违法犯纪的？ 刚才独自一人进了监狱，往二监区方向去了，而且看样子非常着急，等死方长。我还是不出什么事儿吧？我马上过去。你赶紧的，通知那个狱侦科的那个李科长，还有二监的那个领导，让他们带点人过去。哎，让李科长带着枪啊！我问你，如果不在小树林里，是不是就拍不了这个视频？怎么不能拍？万一有个人在小树林拍了视频，离开了小树林以后，手机被别人拿到了。 又在外面拍了，这种可能性是不是也成立？退一万步说，就算我躲在小树林里，也不能证明我就杀人了呀！哎，郑瑞，不行，不行，不行！郑瑞。 冯组长，冯组长，冯组长，冯组长。
瑞，快开门！开门！郑瑞，我杀了你吗？冯东，来呀！冯东，你就住手！开门！米振东，开门！冯正，完蛋！开门！你不是郑瑞三大冠军吗？来吧！开门！郑瑞，别冲动！冲动你就输了！杀了你吗？来呀，报仇！冲动你就输了！开门！开门！开门！来来，开门！郑瑞，儿子，千万别上他的当！啊！我正常提审个罪犯，你们干嘛呀？哎，先生，先生，先生，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周瑞，这怎么回事？这血是怎么回事？啊？我再说一遍，米振东身上有事儿，我只是正常提审而已。别说了，违规没有？你违规没有？没有。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着急了是吗？我不着急，我好好改造，不再犯事儿，明年夏天我就出去了。挺有信心的。我很有信心。非常抱歉，冯组长。郑警官说的事儿我不能承认，那是要命的事儿。明年刑满释放，我还要回家过日子。是啊。傅明月还在海鲜城等着你呢。有美好的愿望是对的，但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知道吗？不是他已经失去了如花美眷，而是你已经永远被剥夺了似水流年。押回监室吧，交给我监护，押回去。没事吧？没事。算了，金局长，跟我回办公室。冯森，冯组长，我知道，您是高职低配，我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想跟你说，行吗？说，今天你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我陈勇是监狱长，对吧？那有行动为什么不通知我呀？为什么不通知我呀？因为我陈勇也是你的嫌疑对象，对吧？你们检察院了不起啊，专案组了不起啊，我们监狱所有的事儿你们父子俩就都能给办了。监狱一级组织，一级党委，不是你们父子俩的私事重要是吗？说话呀，今儿这事儿怎么收场？对不起陈姐，我也没想到
周瑞会这么冒失，我跟他说过，要等我到场。这事儿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反正你看着办吧。不管怎么说，郑瑞是你儿子，是我手下，今儿这事怎么定性？你说，我听你的。一切责任在我，跟监狱无关。冯组长，你觉得我说的是责任的事儿是吗？我陈勇怕承担这点责任是吗？我说的是办案程序，我说的是检察院专案组是怎么办事儿的，还有没有一点规矩？是，您呢，一直认为您是神探，您刚来城州就以卧底出现，是那仗打得漂亮，我承认，我也佩服。但是您不能一直剑走偏锋吧？监狱狱侦科是有能力的，我陈勇在司法系统混了几十年了，也是有能力的。我们监狱所有的同志是有战斗能力的团体，我们监狱是全国优秀监狱吧，先进典型吧，我们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吧？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值得你信任的吗？凭什么呀？凭什么否定我们的能力啊？凭什么事先不通知我们？凭什么拿我们当空气？陈坚，你也知道，我们内部是有问题的。就黄四海随时能跟外界沟通，这本身就说明好。冯组长，您说的好，内部有问题。那您告诉我，您这个神秘的专案组来成州多久了？您冯组长来成州多久了？这么长的时间，即使您不能判定谁是坏人，您至少应该判定谁是好人了吧？我陈勇，监狱长，至少您应该判定我是一个对党、对人民、对法律忠诚的好人吧？监狱里边这么多人，没有一个可信的是吗？啊，对，有一个，就是您那宝贝儿子，就他一个人可信是吗？冯森，你听着。我们监狱是合格的，我们所有的干警是称职的，我们监狱对罪犯的改造也是世界一流的。冯组长，您应该知道吧，中国是世界上重新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保持在6%到8%，而世界上那些西方的先进国家呢，他们的重新犯罪率是20%到30%，有的甚至达到50%到60%。我们成州监狱所有刑满释放人员，他们的重新犯罪率是3%，3%是什么概念？您知道吗？是什么水平？是世界一流的成绩呀！这成绩是怎么来的？那是我们监狱所有的干警用无比的忠诚，用百倍的心血默默奉献换来的。凭什么？我就想知道你凭什么？我们监狱所有的干警都是你的嫌疑犯呀！向组织上做出检查。另外，我想说的是，我多么希望我们这里所有的干部都可以像你这样理直气壮地骂我。所以，我今天真诚地向你道歉，对不起，请你原谅。哎，冯组长，没别的意思，我也是不吐不快。哎，说完了，说完了，你去看看你那宝贝儿子吧，就他这个火爆脾气，老得遭人陷害，我也是恨铁不成钢。谢谢。
喂，老边，什么事儿？啊，明天张义伟的女朋友乔毅搞一个签售大会，你去吗？你可真够厉害的，你怎么知道我想见乔小姐？我不知道你要去见乔小姐签售会，我怀疑她是不是要搞什么行动对付乔毅。长胖子要干什么？您知道吗？他就是张罗粉丝见面会之类的，别的没看出来，估计得到了现场才能知道。怎么样，你去吗？反正我们会派人去，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们得保护好乔小姐。我去，我一定去。 编队，神武社好像在跟着咱们。没关系，让他跟着吧。 好了好了，先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尊敬的各位读者，各位粉丝朋友们，我们的签售会正式开始。冯森进来了，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乔伊小姐的新作《梨花碎雨》呢，现在啊已经被星海传媒购买了改编权。据说啊，编剧们正在进行创作，不久之后就要进入到拍摄当中了。这次星海传媒呢，将会启用他们的当家花旦和爆红小生组成最强 CP。我相信乔伊小姐的这部作品一定会成为一部大火的剧作，大家说是不是？请乔伊小姐说两句。大家好，我是乔伊，非常非常高兴，非常非常激动，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这本小说现在已经卖出了300万册，我个人认为我自己的水平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能有这么好的一个销售量，非常感谢这个波动网给我的大力支持。乔伊，我能问您个问题吗？那您问吧，小姐。首先，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对，可是您自己真的不清楚您到底写这东西是个什么玩意儿吗？啊，我的意思是说呀，您这本书是你自己写的？这位先生，这话什么意思啊？这位先生，我不太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啊。这装得太像了，你抄袭了别人的东西，怎么就这么心安理得呀？然后还能站在这个小舞台上冠冕堂皇的把自个儿装得像一个正经的作家一样，佩服，了不起，真的。像这种活动我参加的少，像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吗？按理说还是不应该当众打脸吧，除非这个作者是得罪了什么人。这就是证据啊，乔伊自己在论坛上亲口承认的，他的《梨花碎雨》就是向大风筝的致敬之作，他就是模仿大风筝的石榴节写的同人文，对吧？这些你在论坛上给他亲口承认过，现在您为了钱在这狡辩什么呢？这地你洗得白吗？这位大哥，我想你一定是搞错了，我是模仿了他的文风，但他的文风也是从《红楼梦》里来的呀，这不能算是抄袭，这是借鉴，是传承，怎么能说是抄袭呢？算致敬是吗？不算抄袭。那我倒想反问你一下了，大风筝老师想让你致敬吗？愿意让你致敬吗？他同意让你致敬了吗？我才刚刚开始讲，我还没有讲到您说的这一层。好啊，你讲啊，你接着讲。正好我们大家也想好好跟您学习一下您宝贵的抄袭经验。我认为写作创造找灵感是一种乐趣，我不可能去抄袭别人的作品来拼凑成为自己的作品，那样太丢人，太没有必要了。我如果去抄袭的话，我自己可能都会鄙视我自己。你是该鄙视你自己。要不你跟我们大家讲讲刚刚发生的著名的强奸案，怎么就奸着奸着就奸出爱情来了？这关系也忒复杂了吧？说说呀，怎么不说了？那强奸案最后怎么了？哎，这位先生，你刚才不说挺好的吗？强奸案怎么回事啊？坏了，我怎么感觉要出事儿呢？对了，如果他没有逃跑，就不要动他。明白。如果他想趁着混乱逃跑的话，当场缉拿。他的身手很好，你们至少要四个人才能摁住他，明白吗？明白。不说了。好。那接下来就我说说吧，乔伊和大风筝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大风筝就是乔伊的恩师白小莲白老师，他偷了他老师的想法，
模仿了老师的文风，自己出的这本书。如果乔老师是抄袭的，那他这本书为什么能出版？所以啊，现在这是什么世道啊？所以我们这些搞文学创作的人才要站起来抗争啊，对不对啊？哎，这位先生，你坐下，坐下，慢慢讲。好嘞，谢谢啊。我跟你接着说啊，就，你哪位啊？啊，我哪位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反抄袭，大家都有一个反抄袭的心，这个才最重要，对不对？没错，这位先生说的太对了。如果我们全社会都能达到这位先生这种思想境界，那我们文学创作的空间可就更加的干净纯粹了。这冷静啊，那我问你啊，现在乔毅这本小说他抄袭了是哪一章啊，哪一节呀、啊、哪一小段或者哪个字儿抄袭了那个大风车那个他的那个大风车啊，大风啊。抄袭鉴定呢，它需要用到一个网络软件叫调色板，哦，来对比调色板。哎啊，那你用了吗？这个调色板你用过了吗？就结果怎么样公布一下。我暂时还没顾得上。嗯，哦，还没用，还没鉴定。那你怎么肯定乔毅这本小说呢就是抄袭的呢？我是、啊、那按你这么说的话，那咱们两个这个也没做 DNA 鉴定，我就说你是我孙子，你同意吗？骂谁是孙子？哎，怎么骂人呢你？哎，说你呀、啊、孙子。哎，大哥啊，大哥，你现在有没有觉得你刚才没有根据、没有证据的胡说八道，啊，是没有道理的，对吧？应不应该跟乔毅女士道个歉？啊？哎呀，对不住，对不住。行嘞，误会啊，误会。以后正义感啊，是啊。至于吧，一个长胖子还劳驾你动用这么多兄弟。老黄，我们怀疑你跟宋立明意外死亡一案有关系，所以呢，请你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你没弄错吧？靠上。到底什么意思啊？今天你应该抓的是长胖子才对啊。长胖子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老冯啊，你现在的问题很严重，胡雪儿报到110，本来我没必要来的，可是鉴于咱们都是930谋杀案专案组的，110跟我打了招呼才过来指挥这场行动。哎呀，行了，老边，咱这么多年了，别装了，别给我提什么110，是你打电话诱捕的我。其实你打一电话，我直接就找你去了，不用这样浪费这些人力资源。哎呀，老冯，宋立明死在超市里，死因可疑，当时只有你在场，我们公安必须得查，必须得跟你走这套程序。宋是上吊自杀了，我第一时间打了急救电话，这个可以查到，可以查到记录。是，你是第一时间打的急救电话。可打电话之前和之后的大量时间，只有你一个人在现场，王所长他们都没进去。最重要的是，你佩戴了执法记录仪，你居然说没开，是这样吗，王所长？老冯，事到如今，我必须实话实说了。你拿走我执法记录仪，到最后你说没开，这是一个老同志的作为吗？你没开也可以，你把它给我呀。你又说丢了，现在这个执法记录仪哪儿去了？我里外说不清楚啊。王志军，你大爷的！我现在就想要我的执法记录仪。我在超市里不是跟你说了吗？是啊，东西呢？
我今天本来找的是有重要事儿的，被你们打断了。跟930谋杀案有关系？跟他有关？怎么可能？这个非常重要，我必须要跟他面谈。老冯啊，这个我现在不敢答应你。那我们一起去见张永成行吗？一起见张书记，让他决定好不好？老边，别犹豫了，你知道我身上有重要的事儿。再说现在不能确认我是谋杀苏立敏的嫌疑人吧？疑罪从无，就不能对我这样啊？志军，你下去把乔毅接下来。老边，把手铐给我打开。顺着车一直跟着呢，是啊。杀妻之恨，他一定要看着你被抓。杀妻之恨，是啊。哎，你能下去帮我问他几个问题吗？我也是杀妻之恨。知不知道你这么跟着我们涉嫌妨碍公务啊？我被害人家属，我妨碍谁啊？我媳妇被冯森给杀了，证据确凿，他就得偿命。那好，那按照这种法律流程来说，那现在应该被带到哪儿去？不能是这儿吧？你们老说什么依法治国，怎么一出事儿跑到省委这儿来找依靠来了？是不是一会儿几个领导一合计把人就给放了？陈老师，到省委政法委来谈工作，怎么就不是依法办事儿了？我告诉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什么时候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行，我听不懂，别给我来这套啊！我们就事论事，我媳妇儿死在冯森的手上，证据确凿，千真万确，你们打算怎么办？行，就事论事啊。陈广顺，那我问你一个问题：2009年9月28号下午6点，你买了一张海平旅游彩票，第二天，也就是9月29号，你去兑了50万元的奖金，对不对？对，怎么了，沈广顺？你相当于花了2块钱，宋丽敏给你翻了25万倍，而且她后来还嫁给你，你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这有什么问题？我命好。当然有问题。海平旅游彩票每周日开奖，此前一周买的彩票有效，28号是星期一，你买的彩票要10月4号星期天才开奖，领奖就是要10月5号才对。为什么你29号就去领奖了？你领的是什么奖啊？这就说明宋立明卖给你的彩票是上一期的彩票，是已经在27号公布了的大奖。简单点说，宋立明花了高价收了一张已经中了50万大奖的彩票，2块钱卖给了你。你先跟我这两个同事回去录下口供，看看你跟郑伟丽女士的死有没有关系。我们这可是严格的依法办事。我今天没时间，我妈还等着我回家。给，你就愿意看着你的老母亲亲眼看着你被带走吗？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走。陈秘书，哎，编队，哎，领导刚刚开完会，在小会议室叫你们过去。好，
啊，这是网络作家乔小姐，有些线索需要她配合。领导的意思是叫你们先去谈。嗯。乔小姐，那你跟陈秘书走，然后找个地方等一下。好的。坐吧。张小姐，陈秘书都跟您说了吧？啊，我们公安有自己的程序。既然冯组长有嫌疑，我们不得不。国立啊，你和冯森都是我们专案组的人。这个专案组既查申广军，也查黄四海，而且这两个案子越来越发生了某种关联。你不觉得在这个时候，冯组长涉案很蹊跷吗？我当然知道，可是胡雪娥是普通群众，他已经报案，有报必究，我们没理由不采取任何行动吧？事件的核心就是那个执法记录仪，冯森，执法记录仪，你能不能交出来？交不出来。多少回迎着怀疑的目光，懵懂选择梦开始的地方，有多少回抬头仰望着天空，默默忍受假装低头坚强，当命运嘲弄所有困难。